副总统赖清德亲自视察高雄国训中心，替备战杭州亚运和巴黎奥运选手加油打气。赖清德还自曝看鞍马王子李志凯体操比赛，自己的心情也紧张不已。每次看你在比赛的时候，一颗心都跟你在一起，那几十秒钟都跟你在一起，跟别的国家在竞争的时候，台湾。 大家都是国家队，大家都跟你们在一起。那几秒钟或那几十秒钟，大家的心都跟你们在一起，全部为你们加油。赖清德也和田径选手一起拍大合照，还强调有需求尽管说。 不止田径队赖清德也到桌球训练中心关心桌球女将郑怡静，两人有说有笑。而首度纳入2024巴黎奥运比赛项目的霹雳舞选手也勤加练习。赖清德在一旁仔细看，有实际行动关心青年和体育发展。有没有什么心声要表达？难可以给，好难可以给。今天来代表蔡总统来，我是公务在身，有问题就要反映。当你们站在国际的舞台上面的时候。 是国家力量凝聚最大的时候。除了颁发加菜金，赖清德用行动展现，政府绝对会当选手们最强后盾，期盼在国际赛事中替台湾争光。三十网站好，草 S 新小组高雄怎么的？